多烂，就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，特别呢体力会消耗，体力会消耗。先来呢为大家演奏一首呢，用这把乐器演奏起来呢会非常好听的一首，算是日语哈，早期日语歌曲。这首歌呢叫做《We Shall Meet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演奏一下这首歌。那这首歌的难度呢，以十分，有至少呢八九分，好，至少八九分的难度，但是呢张力非常大的一首歌啊，特别给他改编的这个伴奏哈，来跟大家分享《We Shall Meet》，谢谢。
要颁奖啊，颁奖啊！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你要多喝彩嘛！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搁有茶也当啉，啊，搁冰的呢，哦。哎、欸，先啉者，啊，恁婆仔先吹者，我先。哦，有够好喝。哦，因为呢，对，没有水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水分，那个吹奏会不好哈。哦，我们吹奏两个要素，不能笑，也不能哎、欸，不能喉咙太干，不哎，分不出来烧香啊。为什么了呢？要来演奏什么曲？你敢知道？哎呀，买醉啊，买醉啊！这首歌是阮秋公主，迄台语公主，秋公主，秋公主，吓啦吓啦哈！我讲国语啊，公主啦，秋公主，宫庙哈，宫庙，秋公主，哎，秋公，你上爱一首歌曲，买醉啊，买醉，哭，哭，秋怎么讲？哭哦，哭公主，啊不，秋是啥物啊？秋，国语啊，那是国语的，秋国语的，哦，秋是国语的。哭哭公主啦，哈、哦，哭公主，好、哦，安尼我知啊，哈、哦，下次改进。啊，三妈夫人，台语要安怎讲？三妈夫人，哎，三妈夫人，三妈夫人，哈、哦，这个台语小教室。好，接下来来为我们公主呢来演奏她最喜欢的这首歌《杯嘴》，谢谢。
勒嘴啊。还有一条，嘿，北林溪，嘿，还有一条，那在北林。